今年的手机 SoC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非常热闹啊！有回归的青9000S，有3纳米的 A17 Pro，同时高通和发哥更是从低端到旗舰各个价位段打得不可开交啊！前阵子呢，我们详细测试了骁龙八、Gen3的系列能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好好测一波首款搭载天9000的差异版，看看它的表现到底如何。这台差异版呢，我们是直接在线下预定购买的，蓝色16+256G 版本。正面呢是双曲面设计，上下摆放在今年来说啊略宽了些，左右曲率控制的还可以，视觉色偏呢不明显。后摄模组从前代 X90 左上角小型奥利奥变成现在的居中大奥利奥设计，但是比较尴尬的是啊，标准版的摄像头周围这一圈月牙弯，它并不是居中设计的，看着呢确实挺强迫症的。Pro 版因为是上下不对称，看着就相对还好些。那满分10分，你会给X100的后盖设计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关于X100的拍照、屏幕、系统体验等等测试，我们会在后续评测视频中再详细聊。今天主要来测试一波天玑9003的性能能效，X100的日常调度续航表现。因为零售机买到手呢，也就3天左右时间，测试数据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做出来了。喜欢视频的话，别忘了3连支持一波，感谢感谢。这两年啊，发哥在旗舰芯片市场的进步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火龙888、8千亿时代，发哥呢凭借天玑9000、8千亿这两款产品，成功步入了中高端阵营，一改大家对于发哥主打中低端的刻板印象。尤其是这个天玑8千亿出色的能效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2022年那会儿，天玑8千亿带有一种称霸3千以内市场的感觉啊。但是比较尴尬的是，在高通发布骁龙八加之后，发哥中高端市场的表现又被迅速给挤压了，尤其是天玑8200，相对于8100，因为只是纯粹的超频，日常的性能能效几乎是没啥进步。结果呢，就是上一年发哥用天玑9000、8100构筑的产品线，直接被8+降频版以及7+Gen2给一波带走了。天玑9200相对于天玑9000进步呢，其实还行啊，总体上呢更稳了。但是面对1+4+3，同时 GPU 能效又大幅提升了8+Gen2，处境呢又十分尴尬啊，属于是前脚刚 KO 的骁龙8+。后脚又被8+Gen2给干翻了，所以啊，很多网友对于发哥这两年的评价呢，就是感谢发哥让我们用上了更好更便宜的高通处理器。哎，等等，这个话怎么听着这么像隔壁的 AMD 和英特尔呢？可能啊，发哥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如果不在处理器性能能效本身上建立优势，那么大家肯定会优先选择高通平台，旗舰平台销量不佳就会影响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减少又直接影响芯片的最终竞争力，长远来看，这样的肯定是不行的，无法形成有效的商业闭环。今年天玑9003的核心规格可以说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前两代呢都是1+3+4，按部就班更新架构，这一次直接用上了4个 X4 大核加4个 A720 中核，频率方面呢分别是 3.25GHz 加 2.85GHz 加 2.0GHz， 完全抛弃了小核心。其实啊，对于去掉小核心这件事，我是非常赞成的，因为 ARM 这边啊，无论是 A5 还是 A510， 亦或是最新的 A520， 都是非常的菜。除了待机功耗低一些，在绝大多数日常负载场景里面，小核的能效都是不如中核低频的。当然了，天玑9003直接上4个 X4 呢，确实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想。理论上，两个 X4 加6个 A720 应该呢会更适合手机上使用，四个 X4 也必定会耗费更多的晶体管数量。发哥这边的做法呢，就是降低缓存配置来平衡 SoC 的面积成本。比如说啊，8+Gen3的 X4 大核 A2 缓存呢是2兆，天玑9003其中一个呢是1兆，另外三个呢是512KB。四个 2.0GHz 的 A720 都是256KB 的二级缓存，8+Gen3的五个 A720 都是512KB。三级缓存和系统缓存方面，8+Gen3呢是12兆加8兆，天玑9003呢则是8兆加10兆。整体的缓存配置上，8+Gen3呢确实要更加强大。那么实际性能表现到底如何呢？先来看一下 Geekbench 6的跑分。室温25度情况下，天玑9003的单核呢是2253，多核呢是7595。对比8+Gen3机型呢，多核性能强了约5%左右。这个多核性能其实已经是超过苹果的 A17 Pro 了。所以就 CPU 分值性能这一块，天玑9003算是发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登顶了手机 SoC Top 1。需要注意的是啊，我们买到的这台是16+256GB， 内存呢为 LPDDR5X。理论跑分测试性能应该会和最顶配的 LPDDR5T 呢略有差异啊，但是呢也基本符合大多数人购机时的性能表现。差异把日常程序打开加载，应用内的页面点击加载，处理器呢并不会限制最高频率啊，可以根据负载飙升到最高的3.25GHz 加 2.85GHz。
不过日常的多核频率不像跑分软件里面啊那么坚挺，两百尼特亮度室温25度环境下多用一环呢，频率会限制到2.8GHz 加2.7GHz。用 JBenchMark 6测试，单核呢是2000加，多核呢是6700左右。当然，这个设定本身啊，我觉得没啥毛病，毕竟四个 X4 一直满屏跑，功耗呢会比较高。连续五次 JBenchMark 6测试，X100的多核稳定性在 96.4% 左右，表现不错。五次平均多核成绩呢是6513，此时机身最高温度呢也就38.7度左右，这个表现啊相当不错，日常多核性能表现成为我们测试过的安卓手机里面的榜首。CPU 能效方面，在 NSPEC 06测试中，天玑9300 3.25GHz X4 大核的得分呢是63.01，功耗呢是4.97瓦，实际能效得分呢是12.68分。性能相对于8进3的 X4 弱些，功耗呢也低一些。2.85GHz X4 大核得分呢是53.88，功耗呢是3.51瓦，实际能效得分呢是15.35。虽然说低频 X4 缓存呢非满配，但是架构上来说 ，X4 的规模还是比 X3 有不少提升的。在达到相同性能的情况下，功耗呢会更低一些。2.0GHz A720中核性能得分呢是24.37，因为缓存和频率的差距，中核性能就和8进3差距明显了。但功耗呢也明显更低，只有0.91瓦。日常调度来说，天玑9300这四颗中核其实更多呢是用来处理低负载任务，应用内的信息流滑动快速滑屏操作，负载大多呢还是在四个 X4 大核上。那么 X100 日常续航表现到底怎么样呢？在我们300尼特 5G 双卡数据流量模式下， X100 最终的亮屏续航成绩呢为7小时18分，这个续航表现可以说是相当可以啊，刷新了我们续航数据库中的第一名，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X100 在 6% 电量开始， CPU 中核大核频率呢会直接限制到 0.9GHz， 好处呢是后面 6% 电量会明显更加耐用，利于续航时长，但是流畅度呢会有些影响。当然了， 5% 左右电量时，其他级呢也会出现一些性能限制，就是这个频率上限啊，我觉得可以更加开放些啊，比如说保持在 1.5GHz 左右，这样呢既可以保证整体流畅度，又可以延长低电量时的续航。GPU 方面，天玑9300呢依然是基于 ARM 公版架构，基于720 12核，但看到这 1.3GHz 的 GPU 频率啊，大家可能会下意识的认为啊，发哥这波是不是又超频超冒烟了？毕竟啊，去年天玑9200 Plus 为了在 GPU 性能上赶上8进啊，大幅提频之后，功耗暴增来到了14到15瓦的水平，还历历在目。不过呢，实际测试下来，这天玑9300的 GPU 反倒是让人有点意外了。曼哈顿 3.0 礼品渲染测试，天玑9300的成绩呢是410帧。分值性能直接超过了8进3约 5.9%， 但是功耗啊并没有像天玑9200 Plus 那样炸裂，大概呢是13瓦左右。对比天玑9200 Plus 性能提升 27% 的情况下，功耗还降低了 8.2%， 能效提升约 38.8%。 阿斯特克神庙 1080p 测试成绩呢是216帧，对比8进3性能强了 12.5%， 功耗高了 19.6%。 对比天玑9200 Plus 性能提升 39.4%， 功耗降低了 5.4%，能效呢直接提升 46.9%， 这个提升幅度对比曼哈顿 3.0 场景呢还更高一些。当然有一说一啊，这个功耗下 GPU 分值性能对于手机来说啊，除了吹一下跑分多少多少牛逼啊，确实呢也没啥实际意义了。因为12到13瓦的 GPU 功耗，即便你是用在平板上也是不能完全得到性能释放的，就更不用说整机持续性能释放只有6到8瓦的手机了。游戏环节我们还是按照低负载、中负载、高负载这三个场景呢来对比。首先是王者荣耀高清120帧模式， X100 的帧率稳定性没啥问题，但是整机功耗要比小米14呢高一些，为 3.2瓦。王者荣耀这种低负载场景， X100 的四个 X4 基本都是在低频摸鱼，更多的是靠四个 2.0GHz A720 来处理运算。这波啊其实也挺好理解啊，在这个性能区间，大核的功耗不如中核好控制。当然，这可能也是 X100 王者荣耀这种低负载场景功耗呢略微比小米14高一些的原因。毕竟同样 A720 8进3的中核呢有更大的缓存，能效会更有优势。再来看一下原神 720p 分辨率下， X100 呢平均是 59.5 帧，平帧率呢和小米14比较接近，但是看帧率曲线波动， X100 的表现呢要更稳，掉到55帧以内的次数呢会更少。关键是整机功耗只有 5.1 瓦，按照这个架势，理论上机身散热强一点，征服 1080p 原神啊也是有希望的。这个时候再查看 CPU 调度就比较有意思了。X100 的四个 A720 基本是在800兆赫兹低频摸鱼，四个 X4 大核根据负载压力动态调频，游戏过程中大核的整体频率依然压得很低，平均频率呢是 1.2GHz 加 1.15GHz。 所以啊，天玑9300的游戏调度策略基本就是低负载主要用 A720 来处理，中负载以上主要用 X4 来处理，
可以更好地利用中核大核的最佳能效区间，可以说是可中可大，进退自如。另外，根据 ARM 的 PPT 介绍来看呢，这一代 G720 GPU 引入了延迟顶点着色技术，可以有效节省 GPU 渲染工作时的内存带宽需求。官方数据呢是原神内存带宽可以节省 33%， 这样 GPU 加内存的总功耗也就可以更低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崩坏星穹铁道 X100 平均帧率呢是 55.5 帧，不过从帧率曲线上来说，整个游戏帧率稳定性是不太好，全程基本在45帧到60帧之间来回波动。小米14后面5分钟呢会锁到55帧上限，但是帧率波动小很多，游戏体验呢会更好。查看 CPU 调度基本呢也能够发现问题所在了。X100游戏过程中四个 X4 大核大部分时间都是限定在 1.5GHz 频率上限，只是非常偶尔的会突破到 1.8GHz， 但是新潮海中枢跑图的 CPU 负载压力是明显高于原神的，不根据负载动态提频的话，肯定的会出现 CPU 性能不够用，从而呢导致掉帧。整机功耗 5.8 瓦，机身最高温度呢不高，依然只有44度左右。最后呢我们也是测试一下7分钟周本的帧率， X100 平均帧率呢是 58.7 帧，整机功耗呢是 4.7 瓦，这个场景 CPU GPU 的压力呢就小很多了，此时 X100 的帧率要比小米14更稳。 OK， 那么看完视频啊，大家对于今年发哥天玑9300的实测表现还满意吗？啊，可以走一波弹幕。接着日常的性能调度、游戏续航等各方面的数据来看，我觉得这代天玑9300可以说是发哥成立到现在同期芯片最强的一代了。它不像天玑8100或者说9000是等高通翻车之后我上我才行那种，这次 CPU GPU 能效可以说是完全硬杠8进3，同时分值性能呢保持领先。 CPU 的高性能区间多核能效呢要更强，但是低负载场景稍弱于8进3，比如说王者荣耀高清120帧，8进3的功耗呢控制的略好些，原神环节天玑9300的表现呢要更好些。不过 X100 在芯铁高负载场景的 CPU 调度我觉得还有挺大优化空间的，大核的频率调度呢可以更加开放些，芯铁高负载场景的帧率稳定性不如小米14，游戏表现目前来看属于是和8进3机型五五开了。至于发哥平台整体上相对于高通平台更考验优化这一点，就看后续其他厂商具体机型具体分析了，后续我们也会陆续增加更多8进3天9300机型的实测对比。 OK， 那么以上就是天玑9300和骁龙8进3的对比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呢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